会发现课本都是就是截取其中一段去针对那个部分解释，可是它有前因后果的啊、哦，对，跟那个整个免疫反应的那个引起的这个流程来对照的话，你会比较知道课本到底在讲哪边。所以免疫反应第一个重要的特色在于，就是你需要抗原这个角色。那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成为抗原？一般来说，通常比较偏向于是那个遗传表现的产物，比如说蛋白质。那蛋白质在经过修饰之后，比如说糖蛋白也可以。那某些成分的多糖，好像也可以。那那个所谓的特殊的多糖，大概像淀粉跟纤维素这种就比较可能性低一点，因为淀粉跟纤维素它的化学结构啊，属于那种太过简单的，所以一般来说就是那种分子结构造型要比较特殊的哦，才有可能那个机会。那因为分子结构这个部分，基本上你们还跟那个化学上多一点啊、哦。据说郑庆武老师有给你们看那个什么 RNA 结构的，蛋白。对，你看、啊。哦，那种其实你自己可以去网络上找，比如说找那个 DNA 结构，什么立体图，然后可以旋转的之类的啊、哦，你其实就可以去看出它不同的角度。蛋白质结构也可以啊。哦好，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哪一类的东西当中可能会存在有抗原这个角色？比如说，有些人不是对花粉过敏，花粉过敏基本上就是一种免疫上面的疾病啊、哦，所以过敏也是啊、哦。那有些人可能对花粉过敏，有些人可能对海鲜过敏，有没有？有。啊、哦，那比较悲惨的是那种什么对奇异果过敏，对，有些人对奇异果过敏，花生过敏，有没有？然后那个还什么比较奇怪的？某些人号称对水也会过敏的、哦、这个就很值得质疑的、哦、然后大概我不知道，就号称好像连喝水都会有问题的那种，我不知道，就是他可能只能从一些其他地方补充水分吧，不晓得，很奇怪，怎样？还好这个都没有那个对鸡排过敏的来的悲惨，人生就哎呀绝望了。好，那。蜂毒有没有被蜜蜂叮过的？要比一下，也是要比一下，被蜜蜂叮过的没？好，那我们换一个，那被蚊子叮过的有没有？那你被蚊子叮过，是属于从头到尾都平平的那种，而前提是没有狂抓，就是叮过之后你就是忍着撑的，那它是平平的，那有点斑点，然后没多久之后就退掉了，你是属于这种还是？那个叮过之后，很快就肿一个包，有没有？哦，哪怕不去抓它，对不对？那个包也会撑很久的那种。哦，那可能对那种蚊子的唾液当中的部分的成分呢，就比较敏感一点。哦、啊，所以有些人对蜂毒，对不对？一叮到之后，别人都没事，然后他休克了。哦，那个其实也是一种免疫上面、哦、有在发生作用的。那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说病原体常见的像病毒跟细菌，是病原抗原的来源可能有很多，包括我们自己本身都会产生抗原，因为你身上的细胞如果突变的话，会产生一些异常的蛋白，对不对？这些蛋白基本上也有可能成为抗原。好，所以一定要是有抗原这个角色。那对 B 细胞来说的话呢，经过那个重重的转移的活化啊、哦，就是首先要有抗原呈现细胞这个角色啊、哦，可能是巨噬细胞扮演的。那抗原呈现细胞去对辅助 T 细胞呈现抗原，那辅助 T 细胞再去激活那个 B 细胞，对不对？所以当 B 细胞被启动之后，它就开始分裂分化，然后转型变成是浆细胞，开始是大量分泌出抗体。那抗体释放出去，因为 B 细胞主要存在还是在淋巴结这个地方比较多，所以当 B 细胞把抗体分泌出去之后，它可能会存在淋巴当中。那顺着淋巴的流动方向，也可能会进入到血液，对不对？啊，淋巴管跟那个血管会汇合嘛，所以抗体当然也可能会存在那个血浆当中。啊，所以当抗体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遇到真正的病原体的时候，啊，就很有可能发生像这样的状况。就一堆的抗体，然后去把一堆的病原体抓在一起，啊，这两个意义，双重意义是说，第一个，我们利用抗体来限制住这些病原体的活动，对不对？那如果那个抗原，啊，病原体身上的那个抗原其实是有致病能力的，那当它有另外一个杂质跟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等于是可以暂时性的抑制它的这个毒性，
或者是致病性的作用。然后可是这样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所以还要再下一步啊，你要等，可能还要等那个巨噬细胞有空的时候，他再回过头来去做清除这个工作啊。所以当初去启动前面这个过程的是谁？是第二道防线啊的巨噬细胞。那抗体捕捉住抗原之后，可能还是要回过头来找那个巨噬细胞啊，回来做清除的动作。所以抗体没有直接去破坏抗原啊，那严格来说，它只是抑制抗原的作用而已，暂时性的。好，然后那个抗体的部分的话呢，一般我们在画抗体用手画，要不然特别差吗？是吗？那算了，用小角度。抗体免疫球蛋白，它是一个复杂的蛋白质。这刚才还会再讲一次，暂时先有一个架构，因为你会发现，所有的那种卡通式的画法，在画抗体的时候，都会把它画成 Y， 因为它分子结构真的有点像 Y。那这个整个 Y 这个造型的组成当中呢，总共可以拆出四个单位啊，两条短的，实线的部分的话是氨基酸串起来的分子，啊，其中两条比较短，两条比较长。那所以这个蛋白质呢，总共含四个单位，这是属于蛋白质的结构当中属于比较复杂的等级啊，这是四级蛋白。然后接下来这个 Y 呢，哪边可以用来抓住那个抗原？这个角落跟这个角落，这地方叫做抗原。结合位，所以每一个 Y 最多可以抓到两个抗原。好，所以回到刚刚那个图的话，如果有一支病原体呢被多个抗体同时捕捉，那抓住这个病原体的某些抗体呢，又可以再进一步捕捉其他的病原体的话，所以就可以产生那个聚集的效果。今天这个地方它可以是细菌，可以是病毒，也可以是细菌分泌的毒素等等，就是很单纯，就是这是一个蛋白质成分啊，这个关系基本上也是存在。这样 OK 哈，好，这是抗体的作用啊。那因为蛋白嘛，所以讲过，就是在谈蛋白的时候，基本上一定要先去提一下那个专业性的问题。好，所以当初是因为某一个抗原呈现细胞呈现的某一种抗原，然后引起的抗体的制造，对不对？所以这个抗体制造出来之后呢，也只能跟这个当初引发免疫反应的那个抗原结合，专一性的结合。所以你想要，比如说今天这个抗体可以对付这只细菌，你想要用这个抗体再去对付另外一只细菌，不行。除非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再引发另外一次的免疫反应。这样讲哈。好，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再谈一下免疫的几个特性的话，第一个，它是需要抗原这个角色存在的。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工具，它会呈现出高度的这个专一性。然后这是第二个特性。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记忆细胞这个存在啊。我们前面讲说，比如说包毒性 T 细胞呢，那个被活化之后，被活化之后呢，它自己啊会带着抗原受体，然后呢跑去跟带有抗原的对象结合啊。所以上次应该已经讲过，那你要怎么判断说包毒性 T 细胞哪一些对象是包毒性 T 细胞可以抓得住的？通常是有细胞核。那所以那个输错写也是免疫反应，那还记得吗？所以我们其实最早讲到免疫的问题，其实是那个例子啊，就是 A 型血型的血给了 B 型血型，对不对？就会导致 B 型血型的人呢，他的白血球会遇到 A 型的红血球上面带 A 抗原，对不对？这时候会在这个人体内呢引发免疫反应，这是我们最早遇到的这个免疫上面的问题。所以那个问题再回过头来去看，现在看应该会比较有意义的。可是你看哦。错误的红血球进到错误的人体内，然后它会引发免疫反应，产生抗体，然后让这个人产生抗体去对付红血球。哎，可是红血球是细胞，有没有？可是它主要引起的还是什么？还是抗体免疫，因为它没有细胞。了解的关节嘛，
哦，它没有细胞核，所以一般来讲，包毒性 T 细胞对付的对象通常啊、哦、就是有细胞核的为主啊、哦，所以几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啊、哦，就是被感染的细胞啊、哦，然后或者是肿瘤细胞，然后或者是其他外来细胞，特别举的例子是那个器官移植啊、哦，好，那所以TC 去抓住对方之后呢，接下来它就破坏它的细胞膜。好，然后接下来呢，当这个细胞瓦解之后，它再去把那个细胞瓦解之后散落的组成分呢，把它分解掉。OK， 像温平分解去。OK， 所以它自己本身就代表的是捕捉抗原的工具，要破坏抗原啊、哦、所存在的这个细胞的这个一切的总和。好，然后可是这当中呢，又牵涉到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哎，它会留下记忆细胞。那我们等一下会用到记忆细胞，所以这个先提一下，就是免疫反应的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具有记忆性。好，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就发现呢，对某个人来说，他今天呢第一次感染这个抗原的时候，哎，他引起的免疫反应。结果等到他第二次呢，再遇到相同抗原的时候呢，也会再引起免疫反应。可是第二次所引发的免疫反应呢，在整个成效上面来说，跟第一次会有很大的差别。那先写一下，我们第一次遇到某一个特定抗原的时候所引起的免疫反应叫初级免疫反应，第二次以后遇到的都叫次级。间会存在的一个相当程度的差异，等一下我们用一个图来看啊，所以另外一个特质留意一下。那还有其他可以讨论的，那个我们等到高三再来了啊。好，所以什么样的特异性呢？就是好，对，那先用这张图来看。比如说，现在呢，因为某一种抗原的接触过程呢，啊 ，B 细胞被活化 ，B 细胞被活化呢，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图里面有很多的浆细胞产生，这没问题。这些浆细胞呢会去分泌抗体，可是它会同时产生一种记忆细胞。啊，这种记忆细胞大概怎么去形容它的状况呢？就是这个记忆细胞其实它也可以制造这种抗体。但是那这一次呢？好、哦，这次被启动的过程当中，它就不工作，那所以它保有那个制造这种抗体的能力，可是它没有跟它同时产生的这些浆细胞一样，马上就开始工作，你看，那它的比例会占比较少，所以什么时候用得到呢？当我们有机会再遇到相同的抗原，前提是啊、哦、相同抗原，好，这时候呢，第二次遇到之后呢，这个记忆细胞啊。哦它大约还是要走我们上次画的那个整个的流程，可是整个时间可以大幅缩短。缩短的原因到时候再讲，就是那个流程几乎算是必要的啊、哦。但是呢，有一些细节是我们上次在整个图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去谈的啊、哦。这当中它会牵涉到比较复杂的基因重复现象。好，所以这个记忆细胞呢，在第二次以后啊、哦，如果再遇到相同抗原的话，它可以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被活化。不只是这样子，因为它有充足的时间，所以一般来说，第二次以后遇到呢，所产生的浆细胞的数量会远远高于第一次。OK， 所以你现在有数量的细胞生产工厂的数的优势，对不对？你的生产的来源现在变多了，所以这时候他们所分泌出来的抗体浓度会比第一次好很多，对吗？那仍然第二次还是会继续留下记忆细胞。所以如果讲说我们在经历那个病原体感染之后，对我们的免疫系统来讲，留下什么最重要的资产、哦、就是这些记忆细胞、哦、所以开玩笑的讲说，就是如果你经常去医院逛街的话，对不对？多接触一些病原体，也许你身体里面留下的记忆细胞就比较多，这样子、哦、只要是你活得过来的话，那你的那个免疫能力基本上就比别人好，这样子，前提是你活得过来、哦、所以这不是要随便多少玩，但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有人其实基本上真的是生活周遭当中蛮容易接触到一些病原体的话，他体内的记忆细胞的种类可能真的会比别人多。好，那所以这些记忆细胞到底会引起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反应曲线 ，Y 轴这个地方呢是抗体的浓度，留意一下它的刻度是指数刻度，所以每多一格是10倍。好，
X 轴呢是时间轴，啊，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其实可以把它画个两条线一下这样子，啊，这个时间不用连续，啊，不一定要连续发生。假设有个人呢，现在呢接触到了一种抗原，叫抗原 A， 以抗体的产生，啊，如果它是一个感冒的话，那你就想说这个感冒呢，那不吃药，啊，不吃药的情况之下呢，你大概什么时候感冒会好？看下面这个。大家知道为什么感冒有时候不吃药，你硬着拖着的话，哦，差不多14-21，有没有？2-3周左右呢，你身体的免疫能力有可能可以应付掉啊，哦，这个感冒病毒。啊，好，所以第一个免疫反应，你看那整个流程的启动过程，环环相扣嘛，总共要花多少时间？可能要花2-3周的时间，对不对？好，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应付掉那个病原体？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呢，它是属于抗体分泌的高峰。对，这时候你的战斗力是最好的。那然后另外还有留意一下一个重要的特质是抗体是消耗品，所以随着你把这些抗体用来捕捉这些抗原，哦，所以慢慢的它就消耗掉，所以它的浓度是会降低。所以等到你真的把这个病原体应付掉之后，这种抗体在你血浆当中残留的浓度，甚至于如果拖的时间更长的话，可以逼近到零这个程度。你看，哦，好，所以刚讲说，哎，可是这次就解决了，哦，那什么时候会再遇到？可能短时间遇不到，所以画个两条斜线，表示这个地方有一个时间错开。那可能某一个时间点之后呢，你再次的遇到相同抗原的时候呢，接下来你看，遇到相同抗原的时候，先看这座山顶，然后对下来的时间。第二次在遇到之后呢，你体内产生那个抗体浓度高峰期的这个时间，只需要多久？平均来说，其实7天以内就有可能完成了，就有可能完成了。哦，当然还是要看这个病原体的对免疫系统刺激的效果这样子。哦，所以你就算那个7天，当初花了几天？那至少14天，对不对？所以你省下了多少时间？至少一半，而且还有可能更短。这是第一个。所以你光是争取到的时间，是不是那个效率就好很多？再第二个，请看这座山的高度，这是第一次免疫反应所产生的抗体的高峰期。第二次产生的高峰期在这地方，对照过去，看出差异没 ？OK， 所以刺激免疫反应两个非常重要特质，相对于初级反应来说，第一个它时间上缩短，再以抗体的浓度，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战力的表现的话，所以我们第二次以后遇到相同抗原，对付这个抗原的能力是不是会好非常多？以抗体的浓度来讲的话，可能是1000倍以上，对不对？好，所以这张图看起来，欸，很好啊，哈，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呈现出你的战斗力，说能多多遇到这种抗原，哦，这样讲法就会有点怪怪的。可是你这样想说。如果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一个是致病力很强，啊，或者用白话来讲，它可能致死率很高，对不对？像现在伊波拉病毒，啊，很多国家基本上在积极开发一些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干嘛？你总不能说啊，伊波拉病毒基本上很厉害，对不对？啊，所以为了人类长远的将来，所以让所有人呢都感受一下伊波拉病毒这样子，啊，所以没死的呢，这人类就可以重新洗牌。哦，这个恐怖分子的想法，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你很恐怖。哦，然后，所以大家不能这样子。哦，所以当你的天花，有人想啊，那天花很厉害，那个致死率很高，啊，不然让大家都有机会去接触一下，有机会去接触一下，对不对？哦，所以经由这样的接触之后呢，哎，下一次呢，你就可以很轻松应付掉这个天花病毒了，总不能这样子。那请问那个万一致死率15%，那15%的人不是很倒霉吗？对不对？所以真的会就是一些世纪的大疾病的流行过程当中，真的会造成人类的洗牌的效应。哦，好，然后所以接下来自然感染这个太残酷了，哦，你要让人体的免疫系统以一个很弱的那个免疫反应，然后要来去应付掉这个病原体的话，那这个承受的风险太高，我们不见得能够承担得起那个损失，对不对？所以如果能够让有没有可能在一个策略的情况之下，
我们真的还是让每一个人有机会去接触这个抗原，但前提是，因为我们让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啊、会引起免疫反应，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但是呢，这个人不会生病，所有接触的人都不会生病啊、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对某些散播能力很强啊、致死率又高的这些疾病，也许我们就可以做到反哺这个功能。对不对？好，所以这样的谱的概念看起来好像还算蛮单纯的，但事实上它引起了整个医疗体系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大的演进，就是用这个策略。OK， 所以当年那个妈妈手册还是宝宝手册，好像是前五页还是后五页，要回去翻一下啊，我这辈子的战绩都列在那上面啊，什么时间点打了什么针，有没有四合一、五合一、六合一？对，立竿有没有？什么时间点？然后要接种，都是在提供什么疫苗里面，它给你的就是抗原，强迫你去接触这个抗原。可是这样的抗原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个病毒很厉害，但是它是架构完整的时候很厉害，我可以事先呢，先用人工的方式大量培养高纯度的病毒。那等到我培养完成之后呢，再把整个病毒的架构瓦解，然后再筛选掉一些风险比较高的，我们保留它的特质。啊、但它已经早就不是在完整病毒身上的样子了。啊、那我们再试验一下，在人体上面试验一下，说，哎，这个成分，这个残留的成分，如果直接打到人体内，那有没有可能会有副作用？没。有没有可能激发免疫反应？可以，对不对？啊、所以经过这样的很严格的这个筛选之后，确认一下这个东西安全性是足够的，也能够确实有效的引起免疫反应，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疫苗。那如果说今天它是值得每一个人都施打的话，对不对？像那个乙肝疫苗，对不对？这已经是国病了。你不说人都打的话，那这个基本上传染率很高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啊、让肝癌的这个发生啊、诱发因子更高啊、所以疫苗里面提供的成分，关键的就是抗原。那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去取代，比如说你真正感染乙肝病毒。对不对？你感染乙肝病毒的话，乙肝病毒可能会躲在你体内，啊，或者是直接引发那个肝发炎，对不对？那如果你短时间你的免疫系统没有办法把它应付掉的话，长期的肝发炎下来，可能会导致肝细胞的病变，所以转变成了肝癌，对。那所以我如果能够先用乙肝疫苗，然后呢，先让我们身体产生免疫反应，然后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了抗体，等你真的不小心接触到乙肝病毒的时候，你体内已经有抗体可以去对付它。那可以想象吗？所以这个策略其实应该可以想象造福了不少人吧，因为我们是在前面的把守这个关卡里面就预防了啊、这个疾病的大流行跟发生，所以你省下了很多人感染这个疾病之后那种冗长的那个治疗过程或者是花费啊、所以这个预防医学上面是对人类来说其实贡献还蛮高的啊、那当年这个疫苗应该说就从那个这张图的产生其实后来学理上面的研究，就是当年在有这个研究之前，其实已经有人发现，哎，经验法则里面好像我们有可以做到这个现象，就是那个当初天花用那个牛痘来预防这件事情啊、如果你去看当年的历史的话啊、大家会吓死你，什么疫苗都不想接了啊、就是那个简娜就是用那个什么。找那个他就发现说那个在牧场工作的一些工人，如果他们跟牛频繁接触，很容易感染到牛的皮肤病跟牛痘。那天花呢也会引起那个皮肤的病变啊、就是天花啊、就是因为皮肤上会有那个脓疮，然后那个愈合之后，然后留下斑痕这样子，然后叫天花这样子，可以理解吗？然后发现那个女工呢，挤牛奶的女工，他们如果得到牛痘，哎，这些人好像就不会得到天花。所以后来他就非常大胆的做人体实验，就是大概是像这样子的哈，就是那个找个那个已经得到牛痘的人，然后正在发病啊、所以那皮肤上面是有烂疮，然后接下来拿一个针，然后很小心的把这针呢火烤一烤，消毒嘛，非常有概念。然后接下来在这个人身上呢沾一沾，然后再找一个健康的人在皮肤上搓一搓。你看，如果今天叫你用这种方式接种疫苗，打死你都不肯。对不对？就会造成医疗纠纷的，对。所以那个做法在先，后来你刚刚看那个图是学理研究在后，
那后来确定的这件事情是可行之后，那我们才开始尝试，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每年流行性感冒大流行，对不对？那你要让这么多人暴露在那个流感的风险之下，所以呢，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替代的方式。国内的话，有人专门在那个培育鸡胚无菌的，然后把鸡胚培养好之后呢，把流感病毒打进去，还记得吗？之前补充过嘛。那打进去之后呢，那鸡胚的细胞呢，去感染流感病毒，对不对？利用这个方式呢，大量制造流感病毒。接下来，等到那个鸡胚挂了，里面有很多流感病毒的时候，那你接下来就把那个鸡胚打碎，然后去除掉那些不要的成分，然后筛选出那个病毒的部分，然后再把这个病毒做适当的处理，就可以做成那个流感疫苗。这样可以想象吗？所以疫苗基本上真的在人类的医疗体系上面来说，贡献非常非常大。好，可是问题来了，你不能每一件事情都来一下疫苗比如说最明显的是，如果有个人已经感染那个伊波拉病毒了，你在打，假设现在伊波拉病毒疫苗已经发出来了，好，确定可用了，可以上市了。那你不能说，有个人感染伊波拉病毒了，然后再来打一下那个疫苗，这样有没有效？没效，他已经都感染了，那你再打疫苗，对不对？所以谁的免疫反应走得比较快，还不知道。所以一般来说，感染之后再打疫苗，基本上那个有效性大概就非常打折扣，甚至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用的。好，然后如果你现在不小心被某一只毒蛇，像台湾咬死人最多的雨伞节，对，有人想说被雨伞节咬到这样子，我撑一下，我信任我的免疫系统，我一定可以完成那个初级反应的这样子。那个雨伞节，我周遭比较临近的，比如说以前乡下地方就有些人不小心就真的被咬到。我听到的都不会超过两天，那个小伙我撑一下，我的免疫系统很厉害，我一定可以撑过去的，那也是两周，两周应该已经出病了，所以这种时候不要跟他玩这件事情，因为蛇毒，对不对？不管你是神经性蛇毒还是出血性蛇毒，或者溶血性蛇毒，基本上，有些毒性很强的，你真的短时间之内可能就挂了，那当然如果你被刺猬性毒是咬到的话，就可能还好。大概撑个几天应该没什么问题，这样子。那最近的这个毒没有那么强。那雨伞节这种基本上就要非常小心。对，不能讲说我真的遇到的时候我自己来产生免疫反应一下，这时候来不及了。那你要让所有人都打雨伞节蛇毒疫苗，请问有多少人这辈子会被雨伞节咬到？可以理解哈。这种时候你也不可能说强迫每个人都去打一下疫苗，这非常不符合经济效益，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只好呢改用其他的方式。真的发生了，我们再因应这个状况去做治疗。OK， 所以被蛇毒咬到之后要打抗蛇毒血清，血清里面提供的成分就是抗体。OK 啊，所以如果现在有个人被毒蛇咬到，假设是雨伞节能够及时的打对抗雨伞节蛇毒的血清把那个抗体打到这个人体内去，利用这些抗体来及时抓住蛇毒蛋白，对不对？刚讲你抓住之后，这些蛇毒蛋白是不是就不会到处乱跑 ？OK，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减缓那个中毒的问题，对不对？那抓住之后呢，谁会后续会帮我们清理掉这些蛇毒？吞噬性细胞会帮我们清除掉。那我们看这问题是不是也是解决的？对吗？所以现在问题是，那谁要提供抗体给你用？因为这些呢不是你自己产生的，所以这个抗体一定是外来的。对不对？所以你总不能找个倒霉鬼说贡献一下吧，借来咬一下所以找一批志愿者，每天闲闲没事，那个让那个雨伞姐咬一下然后每两个礼拜之后呢，那个检测一下那个血浆当中的抗体浓度，发现不理想再咬一下大概状况是这样子嘛，因为我们需要高浓度的抗体啊，对，你要做成药剂耶，对不对？所以那浓度条件应该很不错。对，所以找人当然不可行，所以这时候就找谁？你总是会有一批倒霉鬼，就是实验动物所以就找一批动物。那找动物也不能乱找比如说，假设一 cc 的毒液的量咬到人，人都挂了，对不对？总不能找一只小老鼠，人一 cc 都挂了，那小老鼠那么小一只，对不对？一 cc 咬下去瞬间搞不好就挂了它我们可能还可以撑两天，那搞不好一个小时之内它就挂了，所以不行。所以比例原则嘛，所以这时候呢，我可以找大一点的比如说人咬到一 cc 濒临死亡，对不对？找这只体型很大的动物咬下去，可以撑一下可是我们希望它撑很久，因为这一下子可能要连续打好多次所以你要找一那个剂量上，比如说我们减一下0.5 cc 然后呢，先把它打一次，
然后过两三礼拜之后呢，抽血验一下，我们是为了教训他，是要教育他说，不要不小心被蛇咬到，所以就帮他打一下那个蛇毒，那打一下蛇毒之后，两到三礼拜之后，帮他验一下血，看看那个血浆当中抗体的浓度状况好不好，不是好，再教育他一下，所以再补一针，然后所以再把蛇毒蛋白打到他体内，再引起那个刺激免疫反应，那这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就是额外的情况就发生，就有时候那个。第二次的刺激好像不是很好，所以再刺激一下，所以如果发现说那个血浆当中的抗体浓度还是不理想的，那你就再多补一针，那最后他终于了解到蛇毒很厉害了，再帮他把那个血抽出来，然后再筛选掉血球，然后筛选掉血浆我们不想要的成分 ，OK， 那个就制成了血清。对，你看那个有些那个 Discovery 或者是 National Geography 那个影片里面，不是有一些专业捕蛇的。对不对？很奇怪，他抓那个什么响尾蛇之类的，抓来之后脖子一抓，对不对？然后拿一个那个上面有一个封膜的那个烧杯，然后牙齿扣下去，对，那毒一流出，哎，到底那杯有什么用？跟你讲，那很重要，那个就是制造这个的重要的来源。但还可以做提供其他的研究，所以这个专业捕蛇人其实还蛮重要的。所以那个印度啊，以前有一个人，然后他就专门帮那个农民啊，在那个茶园里面抓那个眼镜王蛇，听过吗？那号称全世界排名前十名的那个毒蛇，对，体型又大，然后毒性又强。那专业归专业，总是会有意外，所以他还是被那个眼镜王蛇咬过。那第一次，那运气很好哦，因为是一般很多人是来不及送医的，他第一次被咬到之后呢，及时送医，然后打了血清，然后活过来了这样子。那结果在这人身上呢，又意外的，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结果不小心，他后来第二次又被咬到，然后结果发现呢，他身上所呈现的症状不只是因为蛇毒有中毒的现象，他体内呢有很明显的那一种排斥的反应，所以后来才发现原来这种东西它不是万灵丹，也不是随时都拿来用，因为这个抗体是其他生物制造的，所以当你去打这个，你去利用这个抗体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在你体内引发你的白血球不爽，所以你的白血球就开始产生抗体来对付这个抗体。对，那医生就跟他讲说，你最好小心一点，你千万不要再来第三次了。再来第三次的话，你只有两种选择，一个就是因为蛇毒，然后中毒身亡，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毒一下再打一次血清，可是你体内可能会因为剧烈的免疫反应，你可能会休克死这样子。对，它只有二选一。就是，所以后来才发生病原来这个问题。可是抗体是消耗品，对不对？所以打了这次血清之后，它用掉的、消耗掉的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下次再被毒蛇咬到，原则上需要再打一次。可是后来才发现，不对，有些血清可能不能重复施打，重复施打可能会出问题。所以疫苗是治疗用的，那抱歉，疫苗是预防用的，那血清是治疗用的，这样知道他们那两个差别了吧？所以有一些东西不适合打疫苗，我们可以等到它发生的时候再来补。当然前提也是说你被毒蛇咬到，像很多人被毒蛇咬到之后，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他被蛇咬到之后，直觉的反应是转过身去，比如说这一脚被毒蛇咬到，火速准备往另外一个方向跑，不对，这个理智跟所有教育训练告诉他，基本上要记得回过头来看一下是哪一个毒蛇。但很多人不幸的是，转过头来只看到蛇的尾巴，就等到那个医生拿一个图鉴，有没有？就开始，那个是最痛苦的过程。你光那边消耗的时间，刚才是讲，你洗了几下我的保险，因为很多蛇的尾巴根本那个颜色差不多，就灰灰暗暗的这样子而已啊、所以那个教育上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就是说你要认清楚毒蛇，请问你要到怎么认清？就是你被咬到的时候。那时候要完全抵抗你的那个反射的功能就是直接转向那个蛇的方向就是这个勇敢程度一，直接看着蛇，反正它不会再咬你第二次的嘛所以你就赶快看着它全身长什么样子花纹细节，不会不会不会。然后勇敢程度二的是赶快，比如说那个脚，对啊，脚暂时的就赶快抓住，然后呢一搏一搏的也要追到它，先看清楚它。示范一个多年来觉得根本就是应该要这样子教育，他就穿着雨鞋到田里面工作，然后就被毒蛇咬到了。那阿伯老翁老，人家可以做到这个最高等级的，
那个一手伸出去，然后抓住那个蛇的脖子，然后就紧紧抓着它，然后这一路抓着抓医院，一切感可惜一。完全不会误认，你可以了解吗？哦，完全不会误认，对不对？那阿伯都做得到的，对不对？那上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真的是真的太佩服这阿伯了。那他实现了我多年来一个想法，对，这样才是最正确的，因为他反正不会再咬你第二次，趁着他有咬的时候，赶快，你的反射动作应该是手伸出去，然后把那个蛇抓住，哦，真的不会有问题，啊、哦，好吧，就这样。所以有一些毒蛇毒性比较强的，其实你可能真的要留意。那真的被咬到之后，认清楚。虽然有一些血清是广用型的，啊、哦，可是广用型它的针对这个毒蛇的有效性就比较差，可以理解哈。啊、哦，那所以还是把蛇认清楚会比较好一点。啊，抓起来而已啊，哎呀，那时候求生比较重要，你想说你不抓住它，等一下那个血清就很难，要打哪一只就很难讲啊。哦好了，那为什么讲说刺猬其实是很不毒？因为我有一个同学被毒蛇咬过，他去那个卫生林场做那个森林调查，那因为都是草丛中嘛，根本就没有路的地方，啊、嗯，然后就是你要可能就是草的话，就是脚稍微拨一下也可以，那灌木的话手有时候拨一下，不然挡住了嘛那样，然后整个手就拨一下，拨一下，拨一下，然后在某一次手拨过去再回来的时候，手上挂着一条刺猬青竹蛇，而且我常遇到就是那种。蕨类啊，那个叶子比较大片的，没有。有时候那个刺猬青竹蛇就盘在上面，大概从这么长到这么长都有可能这样子。奇怪，它有时候就挂在那个树枝，然后有点垂下来，就习惯。因为我们也习惯了，对对对，对啊。可是习惯归习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刺猬青竹蛇可以这么有趣这样子。那就手拨过去，然后回来之后，手上挂的刺猬青竹蛇正常人嘛啊这样子，然后它的右后方呢就站着那个指导老师。这至少这是个胖子，对，因为我后来完全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有办法动作这么灵敏。他听到啊一声之后呢，火速手伸出去抓住那个刺猬青竹蛇的尾巴，然后把那个刺猬青竹蛇踹了，然后现场火速甩了一圈之后甩到地上，更觉得是因为他是胖子，我们想不到他为什么有办法动作这么灵敏，因为他接下来补上一脚，对，甩到地上之后顺便补上一脚，这脚好死不死刚好就踩在蛇头上面，所以这毒蛇挂了。可是还是被咬到啊！啊、哦，那他在那个会说林场的深山里面，就是想说是要赶快送医，所以先做个基本的止血嘛，哈、哦，然后就是这边大概滚一下，简单那个阻止血液，赶快传毒液传回来，好，然后所以赶快火速出来之后，找到他们的车子，然后飙车飙到那个埔里那边。然后找一家小医院，然后请他吊一下血清，刺猬青竹蛇这没问题，挂在这地方绝对不会认错，就是刺猬青竹蛇。然后请他吊一下那个血清，然后那个医生就帮他稍微看一下那个中毒反应，然后看一下他的伤口状况，然后跟护士交代一下，说你帮他包扎一下，然后请他退回去了这样子。那、不用打血清吗？不用，没事没事，哎，那个毒液来不及进到里面去。对。我后来就为这条刺猬青竹蛇感到无限的悲凉。他搞到这辈子首次有机会咬到一个动物，那个叫人。咬下去的时候呢，光才咬下去，不小心就被踹。踹之后，在可能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面被甩到地上，跑扁掉了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毒液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用得上。就这样挂了，所以如果你看，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下次被毒蛇咬到的时候，你要。对，然后用非常快的速度，赶快抓住那只蛇的脖子，赶快拔出来。啊，这样如果它毒液来不及注入的话，你也是安全的。啊，搞定。所以有关免疫的部分就这样没有的话，啊，所以流感疫苗的话，因为是它有几个问题是，流感疫苗似乎它在引起免疫反应的强度上面确实不是那么好用，所以很多人会质疑说，我打流感到底有没有效？可是你其实只要把这个整个感染率能够从70%-80%降到20%-30%就可以了。好，因为我们是在预防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能够减少那个感染的人的话，事实上就有效。所以你看我们 B 肝为什么要全面性的打？你不这样打的话，基本上大家暴露在 B 肝感染的风险之下是比较高的。对，所以大家如果打的话，大家体内都有那个抗体的存在，那这样的话，我们要孕妇那个 B 肝病毒基本上。
上就会比较有本钱，对不对？那越少的人罹患，那你就等于是减少了那个散播的来源，对吗？所以像现在有你们打了那么多疫苗，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嘛。像现在有些国家呢，忘记是好像是非洲还是哪边，以前呢是全世界都在打那个小麻痹疫苗。哦，因为这种东西基本上它侵袭那个神经系统，所以可能会使得神经系统受损，然后导致肢体发育的异常嘛。那有些国家他们现在外破烂，那不打，啊、哦，所以台湾还是有还好，可是有些国家基本上他们小麻痹的罹患率已经开始在增加，啊、哦，幸好现在只局限在少数这些国家，所以疫苗施打其实仍然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啊、哦，所以该打还是乖乖打，哦、啊，只是说你不能说有时候这个有效性你一定要求是100%，那就不一定。比如说，另外一个疫苗，这个对你来说可能也会很挣扎，就是那个人类乳毒疫苗，人类乳毒病毒的疫苗，哦，就是那个子宫颈癌疫苗，那个疫苗的及格分数其实很低哦，可能大概只有70%而已，哦，你听说70%，我干嘛花那么多钱去打？可是问题是，这一样啊，是全面性控管的问题。如果大家都打的话，基本上那个交叉感染的机会就比较低，所以事实上这个应该要还要在另外一个广为推广，那只是说在国内一时之间大概也很难在这个部分观念可以改得过来，就是不是男生打，不是只有女生打，那男生也要打，因为那个交叉感染基本上男生也会是一个传染媒介，只是说对男生来讲他的发病的这个几率相对是比较低而已，所以更要讲是男女生都要打，这个有效性才会比较高。哦、啊，所以如果以后那个 HIV 疫苗也发明的话，对，所以那个以后交男朋友的话，一定很务实的，哈、哦，请他先出具那个疫苗施打证明，哈、哦、，HIV 也打了，人类乳毒病毒也打了 ，B 肝也打了，因为B 肝也是第一传染啊，对，像你们现在那个 B 肝的疫苗的已经弱化，啊、哦，所以要记得要赶快去补打，啊、哦，好，所以这个预防医学上面其实要做的还是要改进，啊、哦，拜拜。